糖尿病人的身体体质特点呢，是一些免疫功能比较低下，加上呢做了手术放射治疗化疗以后呢，身体抵抗力免疫功能更低，所以呢变成他容易呢感染流感啦、新冠肺炎，同埋呢感染咗呢比普通人嘅感染以后呢係比较重嘅。糖尿病人呢在新冠肺炎期间呢要留意以下几方面。一个呢饮食方面呢荤素搭配，营养充足，清洁煮熟，居家方面呢需要做一些清洁消毒通风透气，做运动呢需要做一些轻勤的运动，为少少出汗就得了，可以做这个太极拳啦、八段锦啦，同埋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。出现方面呢，肿瘤病人有可能需要一个身体的检查治疗，所以呢出现的时候呢要注意戴口罩啦，注意手部卫生啦，尽量减少接触啲公共地方嘅公共物品。肿瘤病人化疗期间出现啲消化道嘅毒副作用，主要有啲想呕啦、肚屙咧，中医话系一个脾虚隔湿，需要健脾化湿，可以用一啲白术啦、混炼啦、薏米啦、扁豆啊呢啲嚟帮助解决，同埋出现一啲血色素低啦、白血球低咧，可以补气养血，主要有一啲党参、碧琪，同埋用啲龙眼、红酒，可以嚟帮助补血。中医认为放射线咧系一个热毒之邪，所以咧容易令到后气生阴，出现一啲阴虚燥热嘅症状，所以咧可以用一啲补气养阴、清热的药治疗，譬如沙参、麦冬、太子参、白茅根、连翘，这些帮助它舒缓的，同埋可以提升它的免疫功能，令到肿瘤病人的体质尽快恢复，可以减低感染流感、新冠肺炎的机会。肿瘤患者呢做一些血液按摩可以提升体质，可以减低感染新冠肺炎的机会。又譬如温阳扶正呢，可以选一些白薇啦、面纹啦、关元啦、竹山梨啦，这个是一个。另外一个调理脾胃的穴位呢，中脘、天枢、气海、竹山梨。宣肺化痰呢，主要雷公啦、太渊啦、刺闸、丰隆。安神助眠呢，雷关、神门、太溪、太冲，那些穴位呢可以做一些顺时针和反时针的按揉，每个穴位呢十分钟，每日可以做一至两次。脾虚痰湿、身体比较肥的患者呢，可以用一些健脾化痰的食疗方来调理的，可以选一些黄豆啦、黑豆啦、白术、混炼、薏米、红酒、生姜煲汤饮用。对一些肺气虚、容易感冒的患者呢，可以用一些补肺气、化痰的药，你譬如板栗啦、猪肉啦，加一啲党参、碧琪、防风、白术、陈皮、紫苏叶、生姜煲汤饮用 ，OK 噶啦。